开始，好，开始，好。没有，你没有找他名字，还 OK。对啊，对对对，没有，越讲会越敏啊。如果这样子大家压力大的话，我们可以翻过去。哈哈哈哈哈！这样不会压力大，这样是怕有人就开始这样子。4K 的，对啊 ，4K 的。OK， 好，请来好。其实老实说，我是今天来主要是想把这个问题丢给你，我不好意思讲白了。好，就像我刚才解释的，我想我就不重复了，因为那个是大概是花点时间解释说 what's a complex。然后强调几个重点，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为了甲方，用这个词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角色上有个分别。理解。说穿了就是为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不是因为局长来。哦，这我真的是觉得地方政府其实 resource 就不够，是缺，就是最缺的地方。然后第二，它的重点是增加它的 ID， 我们叫 ID competency。而不只是 skill set， 所以这点我比较要强调一下，是因为我觉得，由于在甲方 competency 的要求是远高于 skill set。因为很多我看到很多，我在业界看到很多 project 不能成，像是可以成而不能成，都是很可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组织，能够去协助至少一个中立 neutral whatever 的组织，能够至少去协助去和，不管也去缓和，那更好是加强去补足这一块。所以我刚才讲到是说，看来看去有类似经验的在去 Corporate America， 所以才会从 Corporate America 去了解他的 model， 然后去试图看看能不能 replicate 这个 model， 当作一个出发点。好，那当然他们有这些经验就随着 lesson learn 啊，我想就不重复了。但看样子我们觉得有几件事情根据我自己的判断还是可以做的。好，一个方面就是说总的 open source model 其实已经很成熟的程序。好，那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觉得还蛮 awkward 的，就是觉得说一个 Microsoft， 我是个 Microsoft 人在讲这个 open source 的话。但是老实说这件事情是大幅不可。Microsoft 现在是 GitHub 第一大贡献者。对对对对。但是 party 都很小，我也讲白了，是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玩 ecosystem 这一块的话， open source 是没有办法 revert 的一个 trend， 所以我想大家都认识，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我们希望把 target audience 放在 city level governance， 因为这是他们是最缺的地方。那第三个是老话题啊，我们不希望以前 Corporate America 曾经犯过的毛病，这是我的教训，就是说直接给鱼不给钓竿，那看样子是不行的。那当然给钓竿的难度更高，但是至少我们要从这边尝试着看看，就是怎么样给钓竿，怎么给对的钓竿。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所以希望能 increase IT 的 competency， 我指的是这个意思，就希望我们能给更多的这个经验啊，或者说一些 practices 啊，去给这个地方政府的 IT 的核心，最好是到高阶长官，反正 whatever level it is， 这是。第三个要点，那第四个要点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借助业界的力量，这个是我比较能够帮得上忙的。像其实如果你看到全世界发展的 trend， 这个所谓的就是 public services， city level 的 public services， 其实业界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那当然这边事实上，我想尤其在台湾大家都有些忧虑了，就不晓得要陷在哪里。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世界的组织能够去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那才我觉得才有机会。那简单来说，如果看 CFA， 我觉得有一个 model 可以模式可以参考，那就是去跟 IT 厂商 recruit 资源。这个资源不只是钱，还包含 new development hours， 还包含比如说一些确定可以 open source 的 code base 等等。那但是这些事实上是可以引进来的。那当然这边其实也许。我刚才路上也在想说，也许有可能在 political 上面造成一些 sensitivity 的 issue， 我不知道，因为台湾中在这方面其实是还蛮敏感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是试试看，就是往前走去看看。所以根据这几个要点，我们上次局长给了很不错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从我的 slide 里面其实有几个 output 的 steps， 所以其实我大概就把它列出来。一方面大家先从资源下手，先去 recruit。一开始我的想法其实是希望说这个组织我就是一个 non-political 的 organization， 是 NPO。它的资源来源100%从业界来，就是直接去 recruit， 就是直接去要，直接去 raise， 反正就去募就对了。我的想法是100%，
甚至我觉得你政府都不需要干预。一旦下来之后的话，当然就是所以你要兵分两路，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过半的部分去增加这个 IT competency 的 awareness， 那一方面就是开始有一些 project， 这就是其实局长给我不错的一些建议，可以投入变成就是台湾比较需求比较大的 open source 的一个 base， 好像我们谈到就像 iVoters 这种所谓的跟参与式民主相关的工具，那以前其实大家陆续都有在做，基林也有在做，但是呢那时候因为资源也不够，然后可能也平台上这个在我讲的是功能管理上面的资源相对投入也比较少，所以比较相对来说，这是我个人观察啦，没有办法 systematic organize 这个东西。那其实我的看法，因为我从业界来，我觉得其实很多业界的经验其实可以投进来，我可以去跟 Microsoft 借 program manager，我可以去 Google 借他们的 engineer， 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 know how 去组织这些 code base。这些 code base 其实不用太大，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互益证系统，我们也做不来。但从小的开始，那 CFA 有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借鉴的，是说他尝试的把这些 code base 变成一个 baseline 的资源，邀请小型的 startup。这个 startup。他们的性质跟我们现在想到的创新公司是不太一样的，这些 startup 就是很单纯，可能是一支人马，可能几个人，他们对于所谓的公共事务的确是有热忱，但是他也不希望说就投入公共事务就饿肚子，主要类似公益企业或社会企业那种感觉啊，对，要有人才，但是不要饿死。我觉得再进一步，其实它是可以盈利的， okay. 但是它是小型的， uh-huh. 但是这些人我们是可以组织起来，让他对所谓的 public service，uh-huh. 因为现在的确这些我们的现行的管地方政府，那他还是有预算的，虽然预算很少，但还是有嘛，对不对？那只是不多，不多，大公司不愿意接，或者大企业再不愿意接，可能小型企业愿意，不能说可能。那再加上说，如果我们给他，这是一个 idea 的选择，我给他不错的资源，我给他相对免费的 IT competency 的 training， 那他其实就有比较机会在很早的小型的 project 上面站主角，这些金额可能很大，一个案子也许就50万、30万、50万左右，他的 project 的东西，不管以 iBody， 我不晓得 iBody 多少钱，我也不想问，然后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所谓的 seasonal 的 services。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人或者是小型企业，有一些小型 startup 是可以进来，他是可以想办法在这地方站起来，当然可能 NPO 上面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组织可能没有办法去就是一直扶着他 babysitting 他，但事实上是有个资源池是可以在的，那更不用说其实CFA 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 initiative， 它叫做 CFA Common， 很多事情其实不用重复浪费，不用重复投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后续的一些发展，所以局长就是 brainstorming 啊，所以局长们建议说几个比较可行的 project， 如果它不是太复杂的话，其实可以把 open source 出来，然后由 CFT 来开始邀请去 recruit 适当的资源，开始 maintain 这个 core base， 然后甚至邀请 startup， 或者是初期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马上找到适合 startup 的话，也许 CFT 自己要下去做，把它变成一个对于地方政府免费的资源，然后去推广，那希望形成一个好的循环。当然，它也有可能变成不好的循环，那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如果说往好的地方想，运气够好的话，若是一个好的循环的话，那至少它可以起一些作用。所以这个是整个，不好意思，都是我一个人在讲。但是我试着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这个来龙去脉做个说明。那你刚才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您可以帮上。好 ，So。我就假设你讲这句话的 role 是代表中央政府，当然对，我至少我们办公室对。我觉得先 think 一下两边的想法。OK， 比如说你业界有这样的想法，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想法，都要看中央要看怎么样去做。那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想法比较简单，那因为其实后面太多层层叠叠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想的也是 public service， 所以能够谈起来，其实完全是因为 public service 的问题。
那 public service 来讲，你说地方政府说实在没有能力去做 public service， 自己的内部的东西都搞不定。那以资讯能力来看的话，也只有台北市政府有这个能力而已。嗯，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台北市政府如果可以做出来一个 public service， 然后是 open source， 然后各个县市政府其实可以 based on 这个 base 去发展它自己特殊的应用。所以我们对高嘉良讲那个微采购非常有兴趣。对，假设说我今天做出来，比如说 iVoting， 那时候讲 iVoting， 其实 iVoting 刚开始设定，那就是有录影就不好讲的东西。就 iVoting 我们刚设定就是要 open source。那 open source 之后，各个县市政府一定有它的一些特殊需求，它可以说在这个这辈子上我加一个 module， 10,000，就可以搞定了。对，那或者说你有新的建议丢上去，我觉得好的，我也可以把那东西变成专案，50,000就出去了。那这个 iVoting 就会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当初很简单这样的想法而已。所以他一来讲，我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当做 base 去 run， 因为没有 model， 所以拿这东西去 run。可是我们后面就遇到 trouble 了，就 iVoting 要变成 open source 这件事情，其实遇到很多问题。哦、oh, ，OK， 对，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 CFA 或是你 Call for Taipei 这样的，可以说 clone 一次 iVoting 这样吗？就把 iVoting 全部 review 一次， okay. 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能够把它理清。当然，因为当初找，比如说找陈夏他们都有讲说，其实 open source 这个群组，这 community 是蛮 friendly 的，所以他不会自己来告你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厂商还是有他的疑虑在，总是要做 audit。对，所以说假设说有些人先做 audit， 那些 resource 可以进来，先帮我们做 audit， 把这东西 ready 好，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做 audit 这件事情。做好以后，我就用这个东西当做一个 model， 我们就开始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变成真的就 call for 就针对这个东西，大部分的东西。那 iVoting 现在很多人想用，对，再加上 Join 啊、比台湾这种东西，后面再配 iVoting， 其实还蛮漂亮的。所以国发会来找我们嘛，大家一起合作，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现在是我们的困难。那台北市政府我觉得是有，应该是要带头啦，因为只有我们有资讯能力，只有你们有的，只有我们有资讯能力。希望台中、高雄、台南有。台中即使有，我也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对，我知道，都要花时间的。对，都要花时间的。所以台北市要先做，那我先做，我可以把这个。要对着肖老师讲，肖老师，肖老师，加油，加油。我只能跟他说加油，因为组织结构就很难，那个组织架构就已经很难发挥了。对，那台北市政府本来就。我说，我是希望说能够很快速的把一些 public service 的资讯能力能够马上提升、那各个县市政府其实也有相对应的一些软体厂商，它可能没那么大。但是你说还有些是很有创意的，但是因为你资本的问题，你根本拿不到政府的案子。对，可是微采购就有机会。对啊，就比较少那些官样文章的东西。而且我以前是没有，就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块，是到这一次我才发现，其实 GPL 这种东西，很多软体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当他拿出来的时候，开始跟我们讲一堆理由，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你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软体想要走国际化，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属于 IT competency 的 skill set。对，就是你对这个通常一般engineer对这种所谓的这种 license model 其实不会了解，对他来说，很多情况他是为了完成工作，反正他能找到什么 code copy pass， 他不知道engineer最需要的 copy pass 能够用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台湾的游戏规则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到那个正轨上面去，一个软体开发从开始那些完全都没有办法，所以我是希望说利用 public service 这种东西，有民间的力量，然后把它怎么样导到一个。我们所想象中，其实那个就在那个情境之下，台湾的软体进步那才是真的。现在只是觉得一些很聪明的人很会写 code， 就这样而已。就比较是 experiment 或者最多 research， 但是刚刚就是老师说 development 这边真的是比较缺乏，对，这是比较缺的。那台北市是希望说真的应该扮演一个领头羊啊。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成的话，整个台湾地方政府的资讯能力会很快的拉上来。我比较 practical 一点，我没有设那么高的期望。好，不过我接续讲一下，我觉得就 follow 你的 train of thought， 就想说，那庄政能帮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反而是丢回给你是这样子的？在原来我们的设计，我个人的设计里头，其实这件事情可以不要中央政府。对啊 ，we are without exactly 对。
其实我甚至想到，我不能说是 worst case， 反正就是、啊、我如果没有的话，我走这样的方案嘛。对啊，其实事实上是不需要的，完全可以不需要的。因为 CFT 也没有去问对这个 government， 其实没有、啊、没有。那、嗯、当然后来也不需要，对啊，他有些交流啊，或者他只有交流，啊、或者某种程度的所谓 sponsorship， 对啊，但是他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挂钩的，对、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个问题我反而是说，在。我们可以独立运作的前提之下，我不晓得，就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们的？啊，是这样吗？对，好，不过我先把这个问题 park 在这里，因为这个是我现在才丢出来的啊，就叫你马上回答，是不是很费？所以，那我去可以吗？我在那。那另外一个，我其实就是把这个问题到，就是观念在，不管自己 review 或跟他说，多半都会有的问题，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说，这我觉得我们该有 statement， 就是说。我就讲白了，就是说这些事情跟当初最早 Triple I 被赋予的任务是，嗯哼，为什么不是地方政府的 Triple I？ 对，我想来想去，还真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说，技术上来说，其实 Triple I 可以做，嗯哼，而且他经济部人要来的，没有，没有那个意思，不要担心，也不要担心，我从这里开始。你太紧张了。所以说他真的应该做这种事情，说真的，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对，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其实想的还蛮全的。一开始我就有点 self-critical 啊，就想说，那他一定有什么不同嘛？比如说，他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他是以 open source 为主、可是后来想，其实不应该这个角度看，说 Triple I 未必现在发挥他的功能，可是并不表示这件事情不是，这件事情要做。那如果现在Triple I没有办法做的话，那三号不好意思了，就是有的时候要干，因为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唯一能解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不可否认说这件事情，如果往那个角度去很多发展的话，也许有些人不只是厂商的问题，就是现有的 stakeholder， 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就是说 why this， 为什么不是那个，是这个，那。这个也许就需要说某种程度的 statement， 我不认为是澄清的问题，我当然也可以用技术上的论点去澄清，我可以说它纯粹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理论上它立场上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当然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就是说 very focus on open source， 这也是一个说法、那当然有人如果我甲方乙方这样，也不是有就是假设换位嘛，想一下的话，他会说：“你为什么不是构想？”对不对？你就接我，其实老实说，这么高温受水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我为什么？是上十年了。对，我跟后来交情还不错，那时候早期就在里面。对对对，对，所以这些可能有一些东西，有些 statement， 如果有官方的一些。我现在没有好的词啊，色彩在里头的话，也许有帮助于尽可能的去。我觉得这件事情，但没办法排除。会问问题，我会问问题，会来干扰，会来干扰。基本上这没有办法，我不认为有任何方式可以 stop 的。但至少可以去缓和，不要让这步调停下来。所以，在我心目中，合作模式其实我本来就是想是所谓的高中低，低就很单纯，你就乐观其成吧。这 hard work 我会去做，去要钱要人，然后我去做，反正这搞定期有没有觉得什么差别？中，某种程度可能只是一个 agreement， 一个 consensus， 然后 make an announcement。所以今天我可能就有比较大的力道去，比如说跟 CFA 去做联系，还有一个是 we are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那这个角度，当然就我觉得他们也不是那么势利的人啊，但至少就是比较顺便。强，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就是 total sponsor， 那我不认为是资金上的 sponsor， 那当然就是没有组织上的 sponsor，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不认为应该是强，虽然说从理论上看来讲的话，就是反正有这三种模式，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是重，比较可行的重，就是一方面中央政府乐观其成，一方面基本上等于是说他也愿意帮协助写 T， 反正 T 是台北或台湾，基本上是营销这个所谓国际的 community， 然后联系一些资源，了解。其实对来说，我们如果 reach out 的话，其实以观摩跟资源交流，我讲资源交流讲的是知识交流，而不是 work，
他不太可能是真的自由交流，但是知识交流，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去筛选不错的 codebase 拿来台湾用等等的，因为本其实微授本来就没被限制，对，有这个要去做。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其实是为了去增加厂商的信心，说穿了是为了增加厂商的信心，不是增加政府的信心。Because 这个我有 Big Brother 在后面，所以我今天跟你，我不会要你放心，我不是那么会要挟去收勒索，或是这个我应该还好啦，我这个讲这个话在镜头面前，就说我们不是在，但是事实上如果说有 government sponsorship 的话，厂商会有比较高的信心，这件事情会成。我说比较高，不是百分之百。那可能我在这个 fundraising 或者是在这种所谓的 volunteer 这种志工项目上，会相对比较顺利一点。但是 again， 他可以不要，他可以没有这个，我还是可以继续做，可能度就比较难走或什么之类 whatever。所以这个是中央政府的决定，就你决定要参加多少。好，所以我在强调的是 partnership。嗯，这个比较不像传统。政府单位觉得说是这种所谓的上到下这种角度去做，那当然这个是我这边我个人单方面的想法，其实 I'm very open。 如果各位觉得说只要任何事情、任何的想法、任何的合作模式可以让这个我们想做的事情更提早完成、更有帮助等等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摊开在桌面上好好的讨论一下，所以也是今天希望能够听到你们的 feedback， 就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增强的效果可以做，除了我一个人跑去单打独斗，可能想办法把事情干掉这样子。OK， 请问地方都跟中央都有办的是经验的，台湾怎么看这个？我在吸收哎，不好意思。对，因为那个生态我没有那么的了解啊，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在边听边学习，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反而是如果知识会这边什么。要解释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看怎么对接，看看一些资源。我不知道，所以我都还在听。Okay. Open source 是可以 break 一些 barriers， 是、啊、一定可以 break 一些 barriers， 是、啊、但是就是要实际的案例。因为地方就说实在，像我们这次空气业者也是一样嘛，就地方政府只是抄那个样子而已，对，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就是布局的东西。对，那今天。就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案例。所以我现在讲的都是操作面上的问题，而不是理论上。有些东西想太好，其实真的很难推，对，非常非常难推。所以想说实务上操作的话，真的要有一个案例出来。OK， 刚刚就是说 IoT 嘛，因为 Airbox 有它自己的 governance model， 对，那个其实是民间接受的。对，因为我们讲 open source 的时候，其实最近几年都已经不太讲 codebase 了，都是讲它的 governance。对。那大一点的专案就会它有它的 steering committee， 然后这个 steering committee。分两种嘛，一种是我们叫做 close multi stakeholder， 就是这几个 industry 就决定了。对 ，OpenStack 是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它是 open 的没错，但是其实它的 technical decision 是其实是这样子，那几个人做的。对，那当然也有所谓的 open multi stakeholder。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很大的专案，像 Node.js， 它本来是 close multi stakeholder， 可是被社群硬生生弄成open multi stakeholder 控制的。对，那所以但是因为当就是说这是不可逆的，就是说你一旦变成就是 private sector 或就是公民社会接受了，其实本来有主导权的人是拿不回那个主导权的。是，对。那所以我觉得是 case by case 来看。那 iVoting 的特点是说，其实全台湾上下对他都有非常多想象，包含什么社区大厦公益管理委员会的层级，都会觉得说，哎、欸，那就如果有一个中央政府背书的或地方政府背书的可以用的这个 iVoting 系统，那是不是我们在社区也可以用啊？或者等于各级都可以使用嘛？那这个情况我们在国外常常看到，就是不管是纽约的 Participation Budget， 或者是马德里，他们自己也做了一套很类似 iVoting 嘛，就是 Council 这套系统。那他们也是在所有讲西班牙语、爱语的地区就是自己就用了。纽西兰也是弄了一个。对啊，是啊，是啊 ，Lumio 啊，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在国际上有非常非常多例子，而且如果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就是我没有那个 non-identity 的问题，所以我其实通常都是用国籍的，然后把中文化，因为至少他敢放出来，表示他已经有一定的水准，也有一定的水准。那我们要就是 Greenfield 自己开发的话，我们要达到那个水准，在台湾确实是如你所说的 development 的那个 capacity
没有到那里，这个是真的，对 ，it's true， 对。那所以就是说，当然，从我角度来看，就是说有人愿意去做这种长期培力的工作。那刚才就你也有提到，你跟子涵聊过嘛？那子涵一直是说，这个东西是要不但要花钱、花心力、花时间，而且几年之内可能看不到什么成果，它是没有亮点可言的。对，你就是一直拿 project 来练，而且前几个还可能还做得不怎么样，然后一直练到就是你有一群人。其实失败是一样的。对啊，这它就是，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公民科技，或现在叫做 GovTech， 我还是连 research 都不会说，就是 experiment， early experiments。那你一下子要把它转成 development， 其实失败率会非常高。对，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开始的那个期望管理要做好。嗯，对，那就是说可能十个案子只有一个到最后会上新闻，而且可能还不是因为好的原因上新闻，可能是因为做砸，对，可能是多半现在都是个疑问。对对对对，那这是一个状况。那另外一个状况，对，不好意思，门可以关一下。然后但另外一个状况是说，我们就是专门挑 low risk。东西，然后每一个都不可能出错，因为你是 micro grant， 然后 micro grant 出去大不了浪费50000块的这个状况。那这个状况，这个 playbook 的好处是说， well 就是中央会有完全的 governance control， 或者地方资讯局会有完全的 governance control， 然后这就是一种 alternate 的发包的方法。那可是这样子的好处是说，它当然 attract 到的人是至少能够完成这么一小块东西的人。那坏处是可能没有办法如你一开始所期望的，就是让政府的 IT capacity 或 IT 的 sense 那么快的提高。嗯，对，因为这边能够分出去的都是一些比较我就都是讲很白，就是说都是系统跟系统之间对接的东西，或者系统的 peripheral。对，那你不可能动到系统的 business logic。对，没错。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条进路。那你的简报里面这两个有一点点混在一起，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说他要怎么走，但就是说，但是确实是 high risk 跟 low risk 的两个做法。对对，是这样，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我有这么有点解释，对，这个其实 hit 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我想一个问题，其实之所以你会发觉说我把它混在一起，其实我的目前的想法是 hybrid。OK， 因为 low risk 没办法，因为要有 accomplishment 嘛，要不然的话你基本上你没办法 save 人。没有，我只能玩 low risk。对，业主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对甲方来说，他是没办法 for high risk。对，没办法 for 的。对。可是今天我们也同意是说，今天如果从 technology provider 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没有大 project 是不可能练兵的。对啊。对，要不然的话永远在想。对。所以我就必须要有一个 combination， 一个 hybrid， 就是我必须要有一部分。是 low risk， 所以基本上我会增加甲方对我的信心。那我觉得 low risk 是可以创造氛围，high risk 是创造能力的东西。对，就是、这两个东西是 hybrid， 但是它怎么去从这个地方去 migrate 到那个地方 ？It's actually very hard。对，我们在国际上很少看到同时做两个不容易做到的，不容易做到。那 high risk 的情况就是说，它失败率也很高，只是说在它成型之前，有很可能就是事实上，你可能两年三年。根本蹦出来的，我想这没有，这次没有办法。而且我老实说，我也不认为有些什么学历上的理由可以去 manage both， 就是 perfectly。我基本上就是那就做做看吧。不过我觉得说，因为像你 call for American 或是那些，大部分都是民间在做。但因为现在我们这边说好，台北是自己愿意做的时候，其实 low risk 我这边做，high risk 你那边做，其实也可以啊。可是这样子我们在讲就是两回事了。对，你如果这边要开 micro grant， 那就不一定这边接嘛，任何人都可以都可以接啊，对啊，对啊。而且如果这边想要是练兵的话，那你开出来技术含量太低的，他们其实也不会来练。对啊，就是说如果是最基本的，对我来讲，我反而是。push 厂商，对我这边来讲，某些程度是在 push 我们的厂商能够去认识是什么这些 license 什么东西，或者他们开发软体的时候，内部做管理不是只有那些软体开发的东西，还有其他东西要给，那他愿意把他的 code 拿出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说实在的，要把他的 code open 出来，他的 business model 什么，他们都认为冲击很大。对啊，是啊，对啊，所以有些东西还是需要教育的。是，但 high risk 是你那边可以就。假设是公民科技那一块，不见得是政府直接引发，对才有机会。是，不过我同意目前还是有两个问题，for CFT 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 CFT 其实要 manage 部分 low risk 的，就是相对比较小的 project， 是因为这个氛围其实不只是对于政府，也对于厂商，因为厂商现在目前，这因为我在业界待久了。我知道，我有这种认知。其实对政府这块是不太碰，是啊，对，即使他很想，他也不敢碰。对啊，
对，因为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其实为做政府其实是为了 credit。对啊，对啊。所以你今天对他来说，这个 revenue stream revenue 的大小要怎么整？对，但是他比较担心的是说，做因为负面效应嘛，就是做对啊，会有负的 credit。对对，他所以现在你想的都不愿意做。我现在做 budget 的面。对所以呢，其实你说小的相对来说。在以现行模式，如果说没有我们有这些改变的话，其实对于这些厂商来说，它也是害命。那今天如果说没有一些调，没有去调整，没有变变化的话，这个氛围不会不见。不会不见的话，意思是说，你台北市你钱再多，你也发不出去，你也没人会帮你做。是啊，那这个是你要这是一个口，必须要先突破，你才有办法谈所谓 high risk project， 或者说比较大型的 project。比如说你整个护理站有没有可能？我随便乱讲的啊。anyway。好，我真的乱讲，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比如说，是不是真的，我一定会被打脸啊？这个整个护理站全部 open source， 有没有可能？技术上当然可能，绝对可能。也有别的国家这样做、啊。对啊，绝对可能、啊。对，在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说，没有人会让你这样做。如果你没有前面很好的 track record 的话，就没有一些 track record 的话，对。所以其实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它是 low risk high risk 基本上是分不开，我的看法。我认识分不开的啦，对，就有点 gateway 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过程嘛，对，它是一个过程。那但是其实，因为这个 high risk 的 risk 里面就还包括我们 low risk 这些东西一开始做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然后你的 high risk 就因此更高，因为你就会变成说你募到一堆钱，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public service 的氛围没有起来，没有起来，然后你养了一堆人，然后也愿意 maintain 或甚至中文化一些 open source 的东西，可到最后没有人敢用，就这个是。所以这个老实说，我们就要设立一个止损点，就是那组织你总要 review 说，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假设真的我们真 CFP 的变成这样子的话，我就应该把它关掉。我就想说，我不知道我举的例子对不对，就说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他经过的程序是不会少的，好，该爬的时候爬，该翻的时候翻，该就是该可以坐，可以爬，可以爬，这个程序不会少。但是中间过程可以快，所以我不可能 jump 直接从他一出生没多久，啪，什么就跑出去飞了，不可能。但那个中间的过程，我们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一个 empower 的过程。在 empower 的过程里面，怎么让它加速？所以我觉得不会到那种就是怎么走，有些 process 可不顺利，然后变得比较长，对，你说像我女儿脑麻，她就从翻身那个部分到会走路。那部分就比别人长很多，但是他还是得走这个，对，那个 process 是没办法省掉，一省掉一定出事情。对，没错。对啊，一省掉一定出事情，就是说那个过程中，我们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是哪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加速它。对，那可能就是到时候才 case by case。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想做 iVoting， 就是这个东西它有它的议题性。对，然后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改什么东西，我们其实也都很清楚。而且 iVoting 牵涉到公信力，它是最有 open source， 越 open 越好。对，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要确认，我一定会出问题。对，这种时候越 open 越差几个。所以它就是变成一个很容易创造氛围的东西。然后很多县市都要做 iVoting， 可是 iVoting 的招标出来的东西，你连规格数你都写不出来，跟你讲。对啊，是啊。你连 spec 都开不出来，对不对？这是我很清楚。对啊。OK。好，那所以整理一下，就是说停损点，当然我们刚刚知道说，就是你现在要进场，其实是有部分是 personal 的原因嘛，对，那不然的话，其实你大可以等一两年更成熟的再进场 ，it's actually a better environment， 就是在那个时候看。那现在要在这种，我是觉得蛮青黄不接的，就是说，像我现在在中央政府，我推 Open API， 那但是 Open API 里面其实，早上那个就是维智才刚写了一篇嘛，说 Open API 只是把 Open Data 的两个部分，就是格式的部分解决，但是授权的部分没有解决。对，因为我们知道 Open API 两大支柱嘛，就是说，那这跟 Open Source 其实很类似的。对，就是一个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可是这还不够，这还包含说另外一个人参与的时候，他都有。上面的发言权都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目前的政治生态来讲，就是我们是说 political 的 software political ecosystem 来讲，你一下子要跳到要大家把 governance 都放掉，
或者从 open data 的角度来看，把授权都放掉，用 CC 零或什么方式，那个其实是做不到的，就是很诚实讲做不到的。对，那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才会，而且我们现在是要动采购的那个就是加减分，就是采购的办法。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我现在把 open source mandatory 放进去，那就翻掉了， it won't work。对，那所以我的想法才是说，那我们至少先把就是 API discovery 或者是就是所谓的 machine readable state 或者是甚至 machine writable， 因为其实这个他们我并没有限制说他们不能够，好像说 charge a fee 或者是说这个用了这个 API 要 license 或甚至 per use， I don't care。 那但是这个必须是 machine readable，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我才有可能开 micro grant。 对，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就打个比方好了，如果这台电脑它只有 USB 2.0， 那你大部分 peripheral 你都只能接一些 low risk 但是也 low throughput 嘛。是，对，那你现在有 Thunderbolt 出来，那你的那个汇流排跟里面的长一样，那这样你才有可能说你在外面先接一些小的，可这些小的它是 naturally 未来也可以长到里面，然后也可以长起来，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在想象这个 ecosystem。 所以说从回过头来到 open source， 我也会觉得说可能它的 licensing的这部分的教育会比我们现在一下子就说那 governance， 我们要让 small startup 进来，或者说我们要让其他就是就是对公民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一下子就参与这个东西，我去打的或是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后面那个真的比较难。就是说所以我刚会用 very high risk 来形容，是连厂商都没有。对啊对啊对啊，这是很烦。Right. 所以 essentially 就是说我还是同意说，就是说我们当然先把基本的 license 的教育做出来，那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做任何东西都是 CC 授权，可是 CC 里面其实有 non-commercial， 对不对？也有 share alike， 就是它其实有所有的还有变现，对，所有常用的 license model 里面都有。那所以只是说就是每个人 comfortable 的位置在哪里，然后 fully disclosure。那我们现在是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啊！我们是说，有人会说，哎，我是 MIT license， 可是它里面用了一堆 proprietary code， 或者一堆 GPL。那就是说连，就是说，那如果对 public declaration 这件事情都没有公信力，我们根本不用做下一步。对。那所以我觉得说，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授权的教育就是从license 跟那 license 里面又分成 code 的 license， 然后跟 non-code 就是说的 CC license。这个我觉得还是第一步，如果你问陈夏他应该也是这样子讲。对，然后那但是这个教育我也同意说我们必须要用个案来做，所以我也觉得 iVoting 是一个很好的案子。那 iVoting 我现在不确定 deployment 是怎么做，用 Docker 吗？还是用什么 Vagrant image？ 就如果现在有个现实要自己跑 iVoting 的话，他要怎么跑？其他县市吗？对啊，假设任何人嘛，假设其他有其他人出来资金券啊，我现在不都自己建，不都假的？假如啊，现在是我们要建出来的。假如我们 open source， 那你 build 起来，要自己有一个 build 嘛？要从 build 嘛？要从 build， 要从 build。对，那就已经超过很多县市的能力，但能力了。对，这个是。对，这是就是连封，连封，就是简单来说，它一定要从 build， 因为那个其实架构没有那么单纯。对啊，就是它是多个点嘛。对对对对啊，把自己封个 VM 或者一个 Docker， 我们大概也不用去期待其他县市会从最底层开始做，因为公务员的架构、资讯单位就不是做这种苦工的事情。所以，但是就会变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就变成 SaaS 啊，就变成你们 host 啊。如果他们架不起来，就变跑到你们机器上。但是当时我没有想过，但是 host 会变成说，反正我们就提供 IP 的服务。对啊，对啊，就变成这样子。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能耐做，没有 IP 的服务。你要去 operate 啊，谁去 operate？ 对啊，现在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因为这边没有 ops 的能量，所以你们 dev 就要变 ops。那可是你们也没有 devops 的能量，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我现在在中央推系统，我第一步一律都是先包成 Linux container， 这个绝对没有第二个做法。对，但是对，就你现在做法是大致上跟这种非常容易的，就可以把东西 upload 上去。但有没有可能就是 local 还是有些厂商会帮忙？对啊，有办法拿这样的案子去帮忙重新？对对对，他因为他 container 拿下来之后，他那 container 又太简单了，只是一个 change root 嘛，对啊，他把它解开之后，自己爱改什么改什么，再包一下就好了嘛。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会 too easy 了。我说说，因为毕竟每个区域里面都还是有它的软体商在那个地方。
他们还是有他的技术能力在。局长意思是说，干脆还是 rebuild， 只是找一堆人，就他们就重新来，该给钱就给钱啦。但那也许不用付原来钱不多，重新建制的那么多钱，但他是找一些人马，一两个，所以对啊，几个研究生凑个 team 就帮你。但是我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 iVoting 当时有做过，好比方说渗透测试或者这些，都有做过。对啊，可是如果你 rebuild 的话，这些就要重做，这个的钱就是两三个月真的。那是所有的软体在做的都不需要做。对啊，可是很多政府都不做啊。对，比如说其实这一块在其实不是整个环境里面，其实这块是缺的啦。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拼图很多啦。对，就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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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了你就要拼起来，遇到你就要拼起来。你现在教育训练再讲都没有用啊。我同意啊。没有，不过我觉得是其实可以取个折中的。那你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是在这个 effort 是说啊，到底甲方到底要付多少 effort？ 今天如果说真的偷偷 review 的话，很多手续，我不是讲给他去功夫，你手续还是省不掉啊。对啊，然后跑采购，你还是要跑很多测试去验收，吧吧吧。但是假设我只能说假设说好，你这个我们是用某种给他去的 endorsement 去保护说，你今天这次都测试，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不用重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改任何课。回三步，我今天基本上只是一个 report， 或基本上是一个 duration。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连这个 process 上面，我们可能就可以更节省。我刚刚也在说，对，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某种程度上，那当然这样扣就要整理，你也不可能用现在扣嘛，那就办办办。但是这个整理功夫如果不是太复杂的话，当然有一部分是跟 license 有关，跟 model license model 有关。有部分是说它目前的 architecture 有关。我只能说假设，因为我也不知道 IoT 那些。对，其实但是如果这个功夫不错的话，那就只也许值得花啦，这样讲，因为会省到很多事情。是啊，是可以啊。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你 CFT 如果可以的话，就来做这个事情，就先练，就把它练出来，练到可以让各县市政府很快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氛围开始出来。好，然后我们开始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因为我们有一些想法了，这些想法，像现在采购还没搞定。你那个微采购，你那边有才有办法去做微采购，我知道，我对啊，所以其实等于说你那边一起来，我这边其实马上可以跟上，如果我 ready 好的话，可是我们的扣放在那边真的没有办法处理，要人啊，而且要很专业的，CFT 也不是，我现在手边没有人、啊，只有我一个人，对啊，但是这怎么去 recruit， 怎么去 organize，、然后我只能假设是说，其实因为。不就是 Google 外边 Microsoft 其实有些，应该会有些有兴趣想要知道的，应该会有。所以刚才局长的意思是说，即使目前 iVoting 的 code base， 它其实是可以放出来。我们以前微软有一个讲法叫做 share source， 对不对？就是说给人看，但是就是暂时还不给你改。然后所以局长刚才意思说，我们先用这种方式把 iVoting 公开陈列，然后这边重写一次。是不是有点像 clean room？ 没有，它的风险是这样，你不用讲，我帮你讲。它的风险是在说，它现在有可能用到 GPL 的东西。那所以呢？所以事实上，它应该要把应该要去对，要全部东西要 reset， 因为它现在没有做。因为 GPL 也只有就是软体的 code 的收付方能够要求它旁边的软体了。对，如果你是 over the web 跑的话，那个 web 的 client 不算收付方嘛。对，所以其实它不没有 obligation 要 release 给使用者了。那看但市场上有 obligation 要 release 给我们。对，那我们要 open。你们拿到了吗？没有，你们没有一定要啦。没有，你们没有一定要 open。我们要 open 的 GPL， 但现在是你们的 political will， 我们对说要 open 嘛。对，那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是拿到。对，那所以现在问题说你们只要放出来，那个就必须是 GPL。对，那对然后这会对厂商造成不利益。是，对，那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觉得是说，你要把它先清到某个程度。我们也不希望伤害厂商，我们只希望台湾的软体真的能够再提升。对啊，对啊。可是 GPL 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给不特定人啊，对不对 ？GPL 是你可以选择交付给这个人。但是这个时候必须是 GPL，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讨论，我们也是希望有些新的功能或者新的想法可以进到这个地方。是，对啊。所以你们跟厂商这可以问吗？就是说签到什么？哎，这样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啊，没有，现在签新的啊，签新维护约，他们不愿意来了，还在保护，但是进保护期，保护多久？明年。那从哪不利益可言啊？到底哪里有不利益可言？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他新的案子他就不愿意，不愿意接了，因为他觉得他接了，我们这个要方向要继续走啊，遭到这个对遭到抵制了，对遭到抵制了。
那但是如果你们说你们不放，这也没有什么用啊，因为任何时候你们都可以放啊，按照 GDL。所以那不要不能到，我们在建 ecosystem 就把 ecosystem 给毁了。哦 ，OK， well anyway。好，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 Avro GPL，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要怎么操作，其实是完全是你是没有错，原则上我们是可以，啊、但是我们不希望，对啊，我们不是来搞破坏的啊。理解啊，那可是 OK， 那所以可是即使现在厂商把它清干净了 ，GPL 的部分全部换成 Permissive License， 我们没有希望它把 GPL 换掉。哦，好，只是希望有些东西它就是发了 GPS， 它就是要放出来。可是如果老实说牵涉到厂商自己意愿的问题的话，那你真的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就没有好的没有诱因啊，对啊，有你这有 CFT 也没用，有些 abuse 嘛，哪里有？应该主要都是 GPL， 对，应该都是 GPL， 那不算 abuse， 他扣交给你了，他给我，他没有，对啊，最大的就是 GPL， 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大，这只是两个选择之一嘛。一个是说你们要 governance still open，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一套。对啊。另外一个就是 governance close， 你还是希望厂商决定谁可以加功能，什么时候加功能，怎么样加功能。对，那所以这个是资讯局的决定嘛，对，就是、我们可以帮忙做。对啊。不过老实讲，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CFT 扮演的角色不是没有，有些。对啊。是我了不起，只是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你到最后，你这个还是两方的 interest。那另外一个，假设 CFP 真要进来的话，那 CFP 重新写一个，不是 ，iVoting 只是一个而已。对 ，CFT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只是现在没有发生嘛。对，那台湾的状况都是 pilot 很重要嘛，要有一个人做出一个东西，然后我可以这样子玩，大家 follow， 甲方可以这样子玩。嗯。那你以后才会有后续的东西 ，CFT 才能发挥。我同意了，我同意了。只是说今天回到这个 case 来说的话，针对 iVoting 来说的话，好，不过我还是强调是说，我们也许现在思路不够周全嘛，我可以再想一想，就是说，假设 CFT 进来了 ，CFT 越是 low risk， 所以我来讲说，我们就先丢，先丢 ，risk 不高了，厂商的不利益就算了，这样子。没有，那还是我还是想说服他，还是 CFT 要付一笔赎金，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就是你要 create 一个正确诱因给他了，不一定是钱的，就是你要知道他自认是说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利的，要不然他死也不敢干。所以我不是还想再跟他们继续谈下去，说大家互相 incentive 到底是什么东西？ OK。Well, 当然，最好是他们都愿意的话，嗯、最好嘛。是啊，对啊，对。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CFT 我刚刚听起来的 mission 其实是它的 leverage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先官方有至少一个觉得说可以用这种 collaborative 的方式开发专案。第二个 CFT 其实是要 assume steering 的角色，对于这个专案来讲，这样你们才能再去结合更多旁边的 ecosystem。是，对。那这个 steering 你是想说在 steer 的过程里面把 PM 或者把这些的能力 competency 带进来，那带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给外界看说，哎，你透过这种 half open governance。还没有到完全 open， 因为承接的人还不够多。的这种 governance， 哎，你的软体 quality 确实不会比较差。然后，而且它的 iteration cycle 至少可以比较快。对。然后民间一有 demand 的时候，那个民间就算自己不能写 patch， 至少这边有人能够 handle 它的 suggestion。那如果有人马上指出 iVoting 的系统漏洞或怎么样的话，至少这边 response cycle 是半年嘛？对，就是说，那这些是我们在就软体工程上面马上可以 proof 的东西。对。那但是这个的 leverage 还是 depend on 这边有个。或者 pick a wheel 是说我不只放我还要收嘛，因为你如果不收的话，你就是自己 fork 一个去玩了、啊，对啊，毫无意义啊，对啊，如果没人用的话，我也可以每天写、啊，对啊，我们抖都是会用 iPhone， 对，对，对啊，那所以就是说，所以刚才就是我们讲到啊，就是 governance model open 跟 close model 嘛，现在是完全 close， 有厂商可以改嘛。资讯局其实自己也不一定很改得动，我可以这样讲，改不动。好，那所以完全 close 的，在目前的状况，现在是想怎么过渡嘛，这样子。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过渡到不管什么程度，你决定可以丢出来了，不管有什么 model 丢出来，那 CFP 想要接，可接了之后，他当然是拿这个去开始收民间的意见，开始把自己的就是想
象，然后到某个程度，你就可以跟别的县市说，哦，现在你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它跟我们模组 A、B、C 比较像，我们凑一凑，你就可以 deliver 给你，甚至你可以去做 service 啊。对对，那对那，但是这个东西还是 depend on 有一个 political promise， 就是有至少一个县市说 CFP 这样改过的，我们相信，我们觉得它不会有道德或者 security 上的问题。然后我们愿意拿来做我们真正的给市民用的那个 iVoting， of course after due diligence， 对不对？那但是这个 promise 你要怎么 secure 呢？我觉得现实实际上是不可能 secure， 对啊，就是不能，那是没有 guarantee 的。是啊，那这个老实说只能背上，就是说啊有 credit， 因为这个东西才能用，对不对？然后另外当然是某种程度，如果这 public 我不只讲希望政府，对，有人背书说他是有一定好的 quality， 啊，比如说你觉得。你投的 coder 或 developer 其实都是有经验的人等等等等。我唯一能用的就是我自己的 pre-sale 的一些经验，想办法去说服他们来用。所以我不认为这东西基本上可以完全 cut down。对啊，所以这是 no guarantee， 我这我完全理解。是啊，对，那就是说穿了，就是 CFP 自己要能耐想办法推销出去。对啊，对，好，那good luck。对，那然后我们刚刚在讲的 extremely low risk 的，就是说你这边保持 close 嘛，然后你请厂商把 API 开出来，你从这个 API 上面去做 micro grant， 对，那这个是我们很久以前就说的 model， 那你永远不可能改到 business logic， 但是你可以一直加 module 的改，继续加也没有进来，啊，对，但是这个跟 CFP 我们刚刚已经大概讲完一个关系就不大了，不大，对，就是可能。你也不能拿这个去做 pre-sales， 那对，就是说你拿别的做 pre-sales， 也许这个勉强做。他拿这个做 pre-sales 会有什么问题？你说拿 microgram 吗？拿 iVoting。拿 iVoting 做 pre-sales 不会有问题啊，只是可以啊。等我一秒钟。等我一秒钟。计时一秒，没回来，要请客啊。我跟你讲，都解散了。对，没有，大概是一秒，一分钟，对，差不多。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你拿这个去做 pre-sale， 你当然会需要先告诉大家这条虚线，从 close 到 open 的这条虚线到底要怎么涨。对，就是说这个 governance model 目前只有厂商可以 commit。那未来我们要么是 fork 出来，但是我们就要经过厂商的什么呢？ review approval。说这条线如果有，我就觉得对厂商来，现在的这些厂商来讲，也是一个 incentive， 有可能。也许的 for some of them， for some， 对啊，对，如果他实力真的够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做一个开发案，跟我有能力去 review 外面的 patch，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skill set。对，那而且有的公司像微软，它其实是两组不同的人，就是类似 community manager 是一个，但是做内部的 R&D 的，其实他们用的不管是 source control 还是什么东西，其实对啊，都是 proprietary。对，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不过我再插一句话，对，这已经开始在改变。是，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以前的确是这样做，因为以前基本上，这个 open source 某种程度是一个 mitigation， 就是我们丢进去的 resource 某种程度是一个 mitigation， 没错。但现在已经开始在改变了，所以这些人开始在融合。当然，这个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 Microsoft 是个例外。你如果看其他公司的话，那其实做法是完全不同的。然后甚至我有说，假设有一些 model， 我们就是可以直接从 CFA 借过来。那事实上是有是直接可以用，所以没有，我今天不是在 argue， 但就是希望点到说这个没有什么好 argue，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不是 made of time， 对，我完全同意你说的，就是说。微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换一个船长，他的那个 political will 就是没有，其实这有点那、这个OK， 其实这其实这能量已经累积很久，对对，我知道，那因为换人就顺势爆发出来，对，理解，充分理解，对，没有那种 Tiffany 都是有累积的，对，有 Tiffany 后面一定有累积，不过当然也有一些技术 enablement 啊，就是说微软内部现在对 Git 也开始比较接受，那 Git 它里面。就是隐含着这一套 open governance 的逻辑嘛。那如果你一直用就是比较 proprietary 的 source， 就是 source control system， 本来我没有装也就不能跟你 collaborate。是啊，本来就是这样。Anyway， 那所以这样子情况看起来还蛮清楚了。所以这个 governance 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台北市资讯局要自己衡量厂商的相对利益不利益之后，自己去跟他们谈，说他们 retain 哪些 control。他们哪些 control 可能要放掉？那如果他们放不掉，你们这边跟他相就是抗衡的只有重写一条路，这样听起来，对
对啊，那但是如果他愿意放到某个程度，不管是 API 放出来，有个 container interface 放出来，但是还是 hosted， 或者是完全 fully open，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去 deploy 的。嗯，我想这是三个不同的层级。那这三个不同的层级后面就是表示资讯局后续会需要投入相应的更多的 resource 来做这件事。可是你要先 secure 厂商愿意跟你这样玩，你这个 resource 才能够完美掉。不然的话，如果他不愿意这样玩，你又在外面讲，就我们是接不起来。重写会不会被监察院纠正？我觉得不会全部重写，不太可能，当然不太可能、啊。嗯，会。全部重写一定不花钱，你不花钱就不会。对，是不花钱，他会说你的行政有钱。你不是因为这样子，你怎么可能后面会有那些东西？对，也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后面如果说我能够继续去 enhance 它，然后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监察院也没什么好讲的、啊。对啊，对啊，你可以跟 Hello 监察委员，你可以跟监察委员。就是使得大家比较容易，比较容易维护，然后市民比较能够知道 what's going on 这样子啊。然后整个绩效算起来，今天总是要开个头吧？对啊，对啊。所以我厂商那边他也不可能全部重写了、嗯，就说到底他可以 control 可以放多少？对啊，那些多少其实还是些。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个多少，他们才能拿去做 business。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这个多少是少，其实他们能做的就他们就要找别的东西来补来讲。这样是啊，对，这是可以谈的、啊。现在反而我们筹码，就像你这 CFT 如果是有，反而筹码比较多。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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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比较好谈。这样、啊，那厂商也许看到这个过程，他自己有能够修正他的地方。也许，也许，也许，对啊，对啊，不做不知道，不做不知道，对啊，真的不做不知道。好啊，那我从中央这边我可以做的，当然你刚刚讲的就是说采购法。那采购法里面其实资讯技术服务契约九月的那个版本，丞相也看过那个版本，里面本来新采购的案子就可以勾一勾，它在那个有一个附注第五点的附注有说，你勾一勾之后，好像可以抛弃掉著作人格权，然后容许它的使用者在这不是 tailor made 的情况下去 relicense， 那 relicense 可以自己。那这个就是 permissive license 的精神，因为它其实这个就比 GPL 还要好，就是说你血出去的时候也不一定要是 GPL， 那你血出去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收别的现实 licensing fee， 这个就是你自己决定了这样子。那所以如果当时有收这个的话，我们现在也不会坐在那边谈类似感觉。对，但是因为现在当时是 GPL，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来走一次这个 ，it's true， 对。那除了就是 license 之外，那我另外我们采购这边还可以做的就是说，把验证或者是就是这种机器可读写的东西的加减分做成尽可能 machine validated。嗯，对，所以像我们现在自己就是从好比像说 data.gov 那个网站，我们现在在 GitHub 上面就开始有他们的 Swagger 的，就是 OpenAI 的加速版。那这样子的好处是，至少如果有人要重新刻的话，你是按照那个 API 描述档去刻，而不是按照 source code 去刻。其实按照 source code 去刻超困难的，好累、啊。但是如果你有它的 data dump， 你也有它的 API， 其实造型对学资讯的人 clean room 一定造型比较快。对啊对啊，就是其实就对你也。大部分的时候成本是比较低的，对，超过一万行的系统都是包含 developer 的 mentality，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比较好玩啦。对，就是说这个，你看人家 APN 这边能不能做比他好，对对对，而不是说这边有150,000行，你先看吧，你就要去看，可以翻脸。对对对，所以我们尽可能往那个方向，在就是法规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推出之前都会有60天的讨论期，所以那个时候也给大家来。但我觉得除了在 regulation 之外，中央现在别的能帮的忙有限，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理论上我们不能负责执行上面的东西，理论上我们只能负责规划。对，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到达执行的细节，而且是特定厂商，我说什么都不对，这样子，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边的 of governance model 开出来，这边去做 pre-sale 的时候，你一开始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去做，那通常中央要 recognize 一个东西，它必须是至少你有一个就是可以做出来的案例，对，然后中央说啊，这个地方政府有良好的案例，我们请别的地方政府参考。对，那在这个回来没有制造线，回来线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不管是我也好，谁也好，都不可能做什么。要理解啊，对啊，对，但是就是说，如果这条线发生了，那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来 highlight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嗯，对，大概是这样。嗯，所以差不多今天就这样。对，嗯。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要来，我也在加酒里，来聊天很好啊，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一些新，都有些有些东西会开了，对啊，只是说在立场上面设置，现在中央方在，我
是觉得，因为这一步是地方先走的，对，我们是巴掌 up 的这个走法嘛。那我觉得我从中央，我也不会觉得我是 up， 可是我们有不同的就是管辖的东西。那确实，我现在办公室帮我打开 barrier 就好了。对，我们现在能够做到就是法规松绑，这个我绝对可以帮忙。那但是其实像我们实际去看采购法，其实里面有很多怎么讲，就很多东西它是 norm， 它其实不是法说一定要这么严苛的方法做，而是说之前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们这个潜规则，谢谢，对，就是这样。对，那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用不同的规则来做，然后 OK， 他仍然是合法的。那个 OK 就不见得 OK， 会多少 challenge， 对不对？机会吗？不止啊，不止啊，就只好皮长厚一点。对啊，那你就必须要花好多时间。对啊，是啊，上次 OCF 来的时候，那个逐字稿公开了，那我可以讲了。所以就是我们有在讲说，有也许是就是要不同颜色的，包含没有颜色的先是一起做，这样子那个政治 risk 就会更低一些。对啊，对，这个也是地方政府要先串联嘛。对啊，对。我老实说，我觉得这合理耶。嗯。啊，因为 CFP， 我不要还讲 CFP，CFA 本身其实事实上。它的这个是需求跟功能程度本来就很高，那意思说，你当然在设计的时候，你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 commonness，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运转，你才能考虑是说，那还有得到什么？因为中央能够下来的 resource 的资源，那都是加分。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基本认识，要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很难 move forward。公务体系真的还是比较听话的，中央上面只要有一句话，底下就会比较好办事。当然，当然，对啊，真的很难，辛苦。对啊，你要在。采购法里面，我在想采购法里面不会讲个出路。对啊，就是你要在钻的时候，那个 effort 很大，人家不愿意帮你。没错，对啊，没错，因为就是不管是主机或者是神机，他们碰过的案子可能就这两三个类型。你现在跟这两三个都完全不像，不一样是吧？对，他就很累，他不知道有 template 可以抄这样子。对，所以我也不错。我觉得九月那个字符判断还蛮重要的，就等于他在 template 里面开了，不管是 proprietary 厂商、open source 厂商都觉得好了，这是我们 minimal consensus。其实我们知道，像很多我们服里面那个什么，应该采购什么中心的、啊。发报中心、根本就不懂我们这一块，把我们弄死了。他是做工程的，造桥铺路修马路的那一种的，然后搞我们资讯的，就把我们弄死了。嗯，然后他在里面他想不到出路。是啊是啊，就是跟造桥铺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相似性，他完全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对，那他只能用原来的 template 去解释你的东西。对啊，对，所以一不一样。对啊，这还比较像文创，就把我们搞死了。怎么办？还在录，还在录。发报中心朋友，聊得完。局长，谢谢局长，市长得正。不过这么吵，这个能听到现在的人也不容易。哇，原来施工是有原因的。安排这个时段，这人为的。再回到去抠底看看。这人为故意的干扰。对，现在就是要勇敢做出案例了，不然我也不做过。嗯，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是可以安排的。我所谓安排是说，可能在 regulation， 其实大家反正告诉你的 character 其实都不同，可以做事情其实完全能协和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如果恰巧安排在一起，例如说，假设我们能够，但这就是比较乐观的事情。假设能够说服对方，假设 CAP 的确有数据的资源可以进来。对，刚刚声音很大，没有讲机器。我讲的，但是你讲的没关系，听不到，听不到什么。刚刚是我想的，你可以否认啊，对不对？上已经没有了，对，山羊电脑。哦，对。所以我讲的是对的，我讲错 OK 嘛？不要谈到不存在的。好，我假设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如果一起发生在同一个或者是很接近的时段之后。其实够聪明的人，他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氛围。我觉得这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希望其实不是一个 governance 的 support， 比较像一个 orchestration。比如说今天中央地方，或者说真的想做事情的，你都至少给他做事。我们在发生事情之后 orchestration 一下。我觉得现在的环境里面没有 commitment。对啊，是啊，没有 commitment。如果他有 commitment， 他会进来。他即使很聪明，但他没有 commitment。那是因为他没有诱因，或者他没有看到他看到的诱因。那我们在公交有什么诱因？这可以想一些安全下装。
安全下装不是吗？对不对？安全下装真的吗？各位做公共服务是为了安全下装吗？做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想到安全下装、oh, okay. 所有的图里，你看图里成案的几率很低、嗯、很少有图里的、嗯、就是图里一查都四五年、嗯、你不用升官了、啊、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你同侪都已经上去了、嗯、等到五六年后是另外一批人就回来、嗯、就一辈子在那里。那种东西不是说最后哎、欸，把你清白了，恭喜恭喜恭喜，没有，对你公务生涯都没了。知道了，充分理解。但那个太恐怖了、啊，谁、嗯、敢冒险？承办人现在要反对这整个提议，还来得及哦，来得及，再讲一下讲。还讲一下吗？这个没有图利的问题。心想，反正局长在做也没有几年。你是你待得久？你待得谁？我待得谁？公务员的心。不在资讯局了，他单位用错，干嘛紧用不到年，没有年，单位没有那么大，对，单位那么大是小数点，是自转周期，对，公转周期。OK， 那但我是觉得，就是说，愿意认真做事的事务官还是蛮多的，然后。尤其我看到在资讯体系，因为确实别的地方政府里面资讯是在严格体系底下、嗯，那所以其实他们除了我们一般想象的管制器或什么之外，他们要做很多，就是别人觉得是冗工或者是重复工作，或者就是别的机关没有权利做的事情，到最后就是要MIS 这边写程式做，那如果写不出来，到最后怎么办？他们就会手动做，或者至少手动建一些就 ad hoc 的系统。那我们在中央其实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有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中央内部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些采购了或怎么样。那确实 ad hoc 系统就是用，好比像 Google Apps， 或者是也是蔡耀宇的案子，就是 Google 的 solution， 它当然都是 subscription，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 freemium 嘛，对不对？那所以确实也很多公务体系就直接去用。那其他多的还有 Dropbox 啊、Line 啊这些东西都变成好像外挂的那种感觉。那当然，这个自然处在我们隔壁栋，这个角度看起来当然是很不利的。他们都叫这个 Shadow Technology， 对，就是 Shadow Technology， 所以很不利的。但是去这样子用，去承办 level 这样子用，正表示说大家还愿意做一些事。因为不然的话，我继续用烂烂的就是公文来传纸本，对不对？对，我也安全下装，事实上是最安全下装嘛。那但还愿意做这些 technology， 我觉得至少就表示说还有 innovation 的那个动力了。它不是完全只是自己的生涯而已了。对，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不是说我们 overnight 就说大家都不要用 Dropbox， 都不要 Google Drive， 都不要用外面的这些 Shadow Technology， 而是我们能不能把 Open Technology 变成一个好用的 alternative， 或至少容易用的 alternative。对，那这是我在中央目前的 mission 吧，就是短期的 mission， 可能上一个月的 mission 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学着用，就是架在中华电信。租给国发会的那个云端机房，然后做 EtherCAT 或做这些工具，从最基本的做起。对，那但是这个东西要到就是大家看得到的系统上来做，会有一长段的距离。那里面中间会经过，就像刚刚讲的，有很多发展阶段。那发展阶段一开始可能是一些小的模组，可能 head folder 这种共享书签这种东西，那还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它程式码可能100行。那100行我们不管要做成 component， 要 deploy， 要做教育训练，要做什么都容易。对，那我们可能会必须推很多个这种100行的 hour basis 的系统，我们才能有足够的这个公务里面的能量，去相信说哦，那1万行的系统，好比方说计算表，好比方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来用，就是这种 open source 的 internal 系统。但这个会需要花时间，然后因为我没有想要升官，所以我是觉得说就不一定要在我的任内做完了，这个在别的国家也是应该十年以上。只要看到它会动，你就 OK 了。对啊，就是那个东西，就像刚刚 Eric 讲的，你很难，你也不是外力可以去怎么样去 push 它。我们顶多是加催化剂进去的，对，但它到底会怎么发生，也是实验完才知道。对对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十个催化剂，只有一个催化剂可以解决我们。没错。
就是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事务官有他的能动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并不是只是就是躲避风险，但他的能动性是往最小阻力路径走。对对对，那我们能够改变是他的最小阻力在哪里？就把他 case 拉出来，他们会去找。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现在不拉出来的结果就是每一组人都用不一样嘛，对不对？这边用 line， 那边用这个什么东西做一些。对对，那所以其实老实说，我的。因为我在微软干了一个半小时，说，哦，对不起，我口头禅。我先讲白了，口头禅。我们被忽悠那么久，我觉得地方政府的不管事务官或是地震局行政人员，我觉得他的动力还比较强。是啊，他蛮强，因为我干过 pre-sale 嘛，我就跟着我们的 sales 就到处跑嘛，因为这都是我们客户嘛。对啊，你可以我可以觉得说他们其实不管讲热忱，我不在批评。我想说，越低高阶，越地方政府直接 touch 人民，对，没错，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中央真的不要插手，像服务面，是啊，服务面真的是给地方政府放给地方政府说，地方政府才真正 touch 到他的选民、他的市民嘛。其实我还在想说，其实 pre-sale 给其他地方政府，也许没有我们想说那么难，因为重点是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你根本 touch 不到他们。你 pre-sale 根本碰不到他们，碰不到。你怎么碰得到地方政府的人？为什么不碰？就到处跑。你是微软啊，对啊，小厂商碰得到吗？根本碰不到。那我就跟着微软走啊。你们微软什么人都领吗？哎、欸，可是啊、好，那我这个没什么，这个就是经验分享嘛，对不对？经验分享。而且，所以我以前我就反正六都就跟着跑啊。我现在只谈到那个 environment 还没有开啊。好了好了，这个我没办法跟你 argue。对啊，因为都微软当然，因为真的招牌那么大，每个单位每个大，那 Mary 拿了 ES 也比他，对不对？哦，对啊，我的 Enterprise Agreement 要不要签？被扫到 ，Mary 没有进入进来。我还跟虚拟人物讲话，就 John and Mary 哦，一直都是这样嘛，哦，就 John and Mary， 老激动。对，Alice、Bob、David、Carol， 没有啦，不过这个只是 common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做才知道有效，反正就做这样，就是重点是做才知道，对吧？做才是修正，嗯，对啊，做下去才知道怎么修啊，不然都是自己想的，嗯，外面也不见得会按照你的那么听话的，对啊，对，搞不好一开始就啊结束。因为我们没开始就开始不了，会啦，至少有一些基本步数可以先，还是先谈谈看，对啊，先谈谈，再谈，大家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嗯。好，我这边一开始我蛮就设立有些 next step 要做，那一方面当然就是 reaching out， 跟 CFA 就这次发 email， 我想就是跟大家说，哎，我们现在要投资这些事情。希望有 official 的 connection、嗯。那其实也比较卖的题目，说，哎、欸，要不要把各位的 email 放在 CC 里面？嗯、哦，我当然不用特别讲说，哦，这是 actually 也 be sponsored by， 我不用讲这事情啊。但是、大家知道这 email 的这种所谓的礼节嘛，嗯，哦，某种程度其实你们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也可以不知道，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我就直接跟他们沟通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当然我就开始着手设立一些 operation 的事，就是该做的 logistics 啊，整理一个壳啦、啊，申请。基本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这我可以找到一些资源来一起助我。然后第三个基本上就会开始去跟比较大的 IP， 因为这是我的我有一些 background 啊，就比如就直接找微软啊，找 Google 啊去了解说哎、欸，如果假设我要 ready 给 CFA 在台湾的话，你们要不要参加？意愿如何等等，知道。我现在没办法通过，我看不到，我知道在微软待很久，但是也一直我知道谁会谈。那这三件事情我会先做好，然后回来就会给大家一个 assessment， 就说好到底行不行，也有可能不行，因为大家意愿很低，也有可能，那我也不可能硬干啊，对不对？我没有那意思要把我身家财产全部丢出来，虽然我也想做，但是表示我要抛家弃子，对不对？那给大家一个 assessment， 就是说好，那这可以做，那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这些事情是绝对是可执行的。那另外就是说，针对 IoT 的 open source 的。它的程度，不管是 readiness 或者说你的假设有 material 的话，那这个是我 individual 可以进来帮忙看，假设是
前提是大家是市政府允许，然后所有的 stakeholder 都理解，至少有一些初期的厂商是 permission， 对，厂商这个初期的 assessment 就是有没有要改动的，有什么可以给改动的，大家在 model 上有什么样的，这个也是在早先期可以做的，我反正我就是做能做的啦，好，所以约了 next guy 就从这几个先下手，好，然后你才有一个可以运转的。所以我你如果寄给 Top America， 他们会怎么回你？我大概可以先讲。Okay. 因为我没有寄过。对。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一个 Call for All， 那个是他们 International 的，之前叫 Brigade 嘛，但是后来就 Call for All Connection 嘛。就出来了。那之前在台湾本来就有两家去申请的嘛，一个就是 CFT 嘛，那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子涵的 Call for Tomorrow。对。那然后我子涵跟另外两三个人的 Call for Tomorrow， 那另外一个就是 G 零 B。那两个其实当初我们在 CFA Mailist 那边还有过一些，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城市是应该要有一个 chapter， 对，这样子。那当然后来 Call for Tomorrow 就转型了嘛，现在变成 Taipei 的 IO， 然后所以好像也没有那么有兴趣去 Call for All Network 的那个角度跑。那但如果你去那个 directory 的话，现在应该还是 G 零 B 在上面，然后是台湾或台北这样子。对，那所以说CFA 一定会问你说，那请问你跟 G 零 B 的关系是什么？那以我们的理解，因为他们有一个 bi-directional newsletter 嘛，他就会说，那以我们理解 G 零 B 每两个月还是在办一次大的黑客松，每这个每一两个礼拜还是在办小型的黑客松，那看起来很 active。那请问你们跟当地的 chapter 的关系是什么？那他一定会这样回。对对，那就看你要怎么讲，随便。其实这个。其实一开始就应该解释了，也不用等他回了，就跟他解释说，目前你情况这样子，然后他的 objective 是什么？对，我们设定目标是什么？对，然后就我一直都把它解释清楚。那我不认为他会有很慎，但他可能好奇，其实知道说，那他可能就是他要 interactive 的对象需要怎么样的资讯？对，那某种程度其实我们。connect 这一块基本上也只是取得一个 network 的 channel 而已、啊、我们并没有要他来 sponsor 我们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但是就是这是一个 community，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做。对对，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就像 TED 他也没有那么真的管 TEDx， 可是他们会觉得说，如果 TEDx 做到太怎么样的话，会有 brand dilution、啊、这也是说真的。Okay. 就是如果你名字就已经要叫 Coco Taipei 的话，那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CFA 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 brand dilution 的疑虑。那这个也是要先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取这个名字当然是希望加入这个 network， 对，但是这个但是后面就要你自己填了。是，对 ，OK， 对啊，好，那所以就这样子，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什么印象吧？对啊，我们在等等谁关机？没有，你们要出门我才会关机。这边的规矩是这样。好，谢谢大家。OK， 谢谢，谢谢。对，啊，请说，为什么用你？